上个月的这个蛋谈讲座有讲嘛，他说投资跟投机不一样，投资是投资公司、投资企业，你把钱投资这间公司，让它去使用，你是为了看好这间公司，将来这间公司获利，你会分一杯羹，这叫投资企业，所以是长期投资的。所以如果投资企业来讲呢，你是正和游戏。投资企业，你的对手是谁？你的对手呢？你没有对手，你的对手唯一跟你参赛的人就是这个公司的经营者嘛。哦，啊，你们两个利益没有冲突啊，你们两个利益是相符的，他也希望公司赚钱啊，啊，其他买这间公司的股东们，大家都希望这间公司赚钱啊，所以赚钱大家就雨露均沾，都有赚，啊，赔钱大家都赔，可是长期而言你是赚的，因为所有的企业上市公司他们长期的获利率是上升的哦，所以股市每年上升 10% 是这样子来的嘛，当然有些公司会倒闭，有些公司会赚钱，可是同整来讲你是赚钱的啊。所以什么叫正和游戏呢？如果用我们平常推荐的投资方法，就是你买进 ETF 嘛，买进大盘嘛，啊，长期持有嘛，就是指数化的投资策略，买进整个股市，你是正和游戏，你稳赚的，平均每年赚 10%， 如果你持有10年以上的话，哦，这叫正和游戏。啊，什么叫零和游戏？就是你玩投机的游戏，投机不是投资企业，你投机是买股票，你不是买企业，买公司，你是看好这只股票现在在低点，你买进，啊，涨起来变高点你就卖出，哦，这个时候你的对手是谁？你的对手是跟你对坐的那个人，譬如说你买股票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人卖给你，你卖股票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人把你的股票买走，哦，所以整个市场来讲，这些投机客他们互相是在进行零和游戏，所有赚钱的人所赚的钱加起来就等于所有赔钱的人所赔掉的钱，短期来讲是这样子，哦，所以如果你是玩短期的股票的操作，你玩的是零和游戏，长期来讲你是赚不到钱的。所以约翰伯格说投机的长期报酬率是 0%、哦，啊，投资长期报酬率就是股市的长期报酬率大概有 10%。 好，这是零和游戏。第三个叫复合游戏。什么叫复合游戏呢？就是实际的状况，如果今天你是投资股票，然后呢，你又是投机客，你不是长期投资的，哦，你就会有进出的交易的手续费嘛。原本你应该是零和游戏，长期来讲你赚到的是零元，可是因为你又要扣掉交易成本，这时候你长期来讲你的钱就是什么负的，啊，长期的期望值是负的，哦，更不要讲你透过这些基金经理人去投资基金，你的成本又更高，比你单纯买股票还要高，所以扣除交易成本之后，你在玩的是复合的游戏，哦，对啊，欸，就好像如果你去赌博，赌博是不可能会有正和游戏的，除非你是开吊金，哦，那就是正和游戏，因为你收门票嘛，对啊，稳赚不赔，你不用去赌那个风险啦，啊，大部分的人是玩零和游戏，譬如说一个赌桌上面赢的人的钱就是输的人的钱付的嘛，所以你们整个赌桌的平均值是零元，哦，你是赚不到钱的。啊，最糟糕的是玩复合游戏，就是你要到这个地方赌博，你还要先付出一笔钱，哦，还有什么也是复合游戏？买乐透也是复合游戏，基本上买所有买乐透的人的钱去买乐透之后呢，先有 60% 的钱就被政府拿走了，所以叫公益彩券嘛，哦，他拿去做一些公益啊，但实际上怎么做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，哦，对啊，啊，40%才拿来分给这些中奖的人，所以你平均的获利率只要-60%、啊，你每投资100块买彩券，你就有60块被政府拿走啊，只能拿回40块，而且是平均哦，长期来讲，所以这叫复合游戏啊，所以不要透过这些代理人、这些基金产业去投资哦，绝对对你不利的。